凉了，别误会。这就是你说的像你闺蜜家住是吗？哎，冻凉了，昨天晚上单位聚餐太晚了，然后你还想漂到什么时候？哎呀，我知道错了，走，咱俩回家说。回家？回谁家？不是，王栋梁，你长能耐了是吧？你给我喊什么喊啊？还知道丢人了呀？你坐这种车之前都没觉得丢人呢？我知道了，不是第一回吧？王栋梁，你够了！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不瞒你了。是，但是我这样做难道不是为了让咱俩过上好日子吗？你恶不恶心呢？你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，还说的这么理直气壮，你给谁看呢？是，这件事是我错了，那你就没有责任吗？咱俩在一起三年了，还住在那破出租屋里，你买菜都要跟商贩讲价，你不求上进，要是别人早就跟你分手了。分手啊！是，我是没钱，但是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。这三年我有亏待过你吗？我工资哪一个钱不是给你花了？你干净有什么用啊？就你赚点破公司，交完房租随便，还剩什么？一个月连吃你的大餐都不够。那就因为这些，你就可以花钱大手大脚的，名义上是为了过上好日子，你有为这个家真正考虑过吗？没有公主命，还一身公主病。我挣多少钱才能够你满意啊？王栋梁，你够了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有能力，至于这样吗？分手吧。我受够你了，你现在自由了，从现在开始你可以随便玩随便浪了。我真的肠子都悔青了。看到昨天角上小恋人 APP 了吗？当初上面有那么多漂亮妹子跟我搭讪，我竟然因为你全都拒绝了。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敢跟我分手，就别指望我再回来。我谢谢你，你可千万别回来。离了你，我现在立马就能把之前追我的女孩全找回来。小恋人上随便哪个妹子不比你强啊？我现在就上线，把昨天心动匹配认识的妹子约出来。你记住，在你眼中我可能一文不值，但在别人眼中我同样是香饽饽。王栋梁，就因为这破软件，你要跟我分手是吧？没错，分手。再说了，小恋人 APP 上面哪个女孩不比你漂亮，比你善解人意，上面都是真心想恋爱的好女孩，哪像你嫌贫爱富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。栋梁，我错了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还是喜欢你的。一碗饭里有苍蝇其实并不恶心，恶心的是我看到了，我说我没看到，我同样会吃得很香，所以我不怕你骗我，我只怕你骗不了我。栋梁、你干嘛呀？我来接我的宝贝儿。梦瑶，我在小恋语上给你发了那么多消息，你终于舍得见我了。我带你去吃我熟悉的那家餐厅好不好？王栋梁，咱俩刚分手，你真无缝衔接啊。无缝衔接也比你恋爱期间。再多浪漫的歌，不能让我解开这枷锁。